你傻吗？不会找地方躲雨啊？哎，好了，行了，上来我背你。虽然此时被突然的大雨拍打着，我却感觉不到丝毫寒冷，唯独能感受到的就是无比的温暖。丁总，累了就放我下来吧，我自己会走。我累了自然会说。如果我们相遇在更早，结果会是怎样？只可惜，时间永远不会为谁倒流。哟，这都几点了呀？怎么还不起呀？是不是昨天晚上太累了？是啊，累坏了。哦，那。那文笑呢？他在旁边啊。文笑在旁边啊。啊，就是说昨天晚上你和文笑在一个房间睡的？是啊，怎么了？啊，太好了。啊，不是不是啊，妈不吵你们了，你们玩得开心啊。哎呦，成了！聂小姐又来了，请问预约了吗？不用预约，我今天是来上班的。上班？嗯，我现在是 DI 的网络销售经理。喂，周琴。哎，喂，徐总，这里有一个网络销售部的经理，说要等您开会。聂思琪，哎，对，就是他。好，我一会儿到公司，让他去我办公室等我。嗯，知道了，徐总。这个聂思琪真是难搞。我问你，你在哪？我过去找你。我也不知道啊。把定位发我。不行，我一定要忍住疼痛，不能让丁总发现，不然所有努力都白费了。欢迎光临。林珊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